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我们愿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新的发展机遇，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上海合作组织顺应当今时代潮流，契合人类进步方向，一定能够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